什么？一定有吧？一定很多问题啦，不用担心啦。对啦，不会啦。所以我先讲，你要我在旁边。好。所以现在就这一页了，对不对？哎，那我们开始了吗？现在可以开始了，是吗？我们只到三分钟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哦，就当做是我暖场。那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来Gudemy 10周年的论坛。那我们今天有两场论坛，第一场是谈 Gudemy 10年黑客松为大家为台湾社会 hack 了什么。那第二场是去中Godless 到谈一谈去中心化这个概念和实践。那首先呢，帮大家回顾一下，因为刚吃完饭可能需要醒脑一下。就是刚有问说为什么 G0V.T 的为什么今年是10周年？那为什么1024是 G0V 的生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定义出来的，就是呢，高江航虽然是个热爱 domain name 的工程师，但是他在注册这个 GDB.TW 的时候，他再也没想到说就会被刚好就是1024被认为说是就是他就在1024这天注册，然后这一天就被当做是 GDB 开始的那一天。这个定义的过程呢，其实不是发生在10年前，而是在大概3、4年前，有一次鸠松会议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切蛋糕。那切蛋糕就想要找一天，要有个生日嘛。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准备各种可能性，比如说第一次办大松啊，然后还有什么？那后来就说，哎，那不然 GDB.TW 注册是哪一天？发现是1024。那1024真的太好了，因为它是2的10次方。然后它又是据说。刚刚国中生跟我讲说是城市设计师节，竟然有这个节，那所以我们就自己定义说好就是这一天，然后所以呢，那临时政府这件事情就更有趣了。这个是昨天一爬挖出来的这个 IRC 10年前的 IRC 记录，我们有沉默的工程师不停地帮我们在做各种备份，所以即便在10年后，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哦。原来当时本来要叫做朋友党的，真是好险呐、啊！真是好险，没有叫朋友党，你后面就更难解释了。所以 GMV 就被定义说好是10月20号开，10月24号诞生，那是天蝎座。那我觉得 GMV 也有天蝎座的个性，是爱好自由啊。然后据说这个礼拜是根据马法达，这个礼拜天蝎座是排名第一名的星座，我觉得超棒的。这个应该不是 disinformation，只好马上开始查了哈。所以看看昨天早上的仪表板，我本来应该今天要再解读一份，但我刚刚太嗨了，忘记做这件事，所以就勉强看一下昨天早上的。大家可以比一下今天的这个仪表板。我们因为任翔的协助，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10点钟会有一个更新的版本出现，自动更新的版本。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社群的状态是这样子。那10年来，我们也就是我们在10周年的这个时间呢，在 Tillman 还有 Ronnie 的协助之下。我们也去整理了一些过去的资料，来看看，哎，我们这个社群到底是长什么样子，10年来是怎么长法的？下一页。啊，这个大概是HackMD 的累积人数，那蓝色的线是 HackPad，就是可能比较资深的参与者比较熟悉。那再来是黄色是 Slack 逐年累积的人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lack 其实是2014年12月开始用的。然后再来是这个红色是 HackMD 2018年开始用的使用人数。那再下一页，
然后这边有累计的人数，还有新参者的人数。那红色的新参者的线，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新参者的人数是一直不停的在增加的。那怎么去留住这些新参者，还有让新参者能够更容易的 onboarding， 然后上手加入社群，留在社群，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持续找到新的方法跟工具做到这件事。那再来 G0B 的参与者来自什么背景？当然第一大宗就是工程师，那第二大宗是学生，那其他像是NPO 工作者、PM、社群行销、教育工作者，其实都大概都有在 5% 以上。再往下一页。那我们在2021年到2022年，我们开始问参与者说，诶，你的三个关键字是什么？那现在看起来呢，最明显的就是 Python。前端法律，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区块链 blockchain， 然后也有音乐哦。那蛮好奇，再过一年或两年或三年，这个我觉得 Python 会不会应该会慢慢变小吧？对，因为我觉得十年前问的话，一定不是 Python， 可能是 Perl 之类的哈。好，再下一页。那这个图很有趣啦，这个图就是一个性别比例的，就是。曲线度就是我们性别比例有越来越平衡的状态，但是希望就是非男性的参与者可以持续更增多这样。好，那再下一页。那最后是我们整理了我们很多专案的影响力的面向，在800多个专案里面，其实有成型的大概有160几个。然后我们把这160几个去整理出这个用 SDGs 去整理出它影响的面向，然后但是这160几个里面持续活跃还有继续活着其实也没那么多，但是我想不论它还有没有继续活跃，因为 open source 嘛，所以呢也许过一阵子有些人从中学到什么，或者是再把它捡起来都有可能。那所以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边。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欢迎第一场的主持人是伊帕。伊帕呢？来，谢谢。我一动到我就断线。没有啊，换笔电，我要看我的笔记。我看不到。Hello， 大家好。好，那个我是伊帕，那我是曲小薇哈，那我也是 GDM 第零次黑客松就有参与的。那我这边稍微调查一下，那个第零次十年前有在这边的，给我一个手。哦，大概有一成左右。好，一成。十年了。十年过去，就是有人会头发变白，就像我。好，那我们今天他应该在旁边。我们今天的这个有三位的这个语坛人哦，但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引言，然后再介绍他们。啊，我们都要坐这边，好，我先放在里面。好，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哦，这个我是文化工作者。那我曾经在大松汉年会的深坑里面。那十年来大概整个 GDM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关键字，然后有很多概念，那很多专案，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大概花个五分钟稍微把这个整体的故事厘清一下，然后聚焦，因为我们今天在场可能有这个 Web 1 Web 2 Web 3还有 Web 0，就我早上有个提案是 Web 0，就只要用就是不用网络的初始工具就可以做的，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受众，不同的 doer， 那大家要怎么样稍微聚焦一下来讨论 hack 精神，然后乃至于这个形式是黑客松，稍微聚焦一下，下一页。好，所以在场的人这个共同体或是社群或是共感可能是什么，那很多人是因为 G0E 来嘛，那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开放所以下一页我们看，我昨天在这个 DAO Zero 的这个活动里面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也这个 quote， 这个是杰平张杰平他昨天的发言，我觉得他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哦，就是他说
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不是说全部，就很多人，因为我们不能代表那个社群嘛，哈、哦，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对这个中心化的社会不满，所以想要在不同的范畴用不同的工具来做一些事。那它的原文是就是对 decentralized society 不满，让很多人做不同的尝试。那在居零 V 社群可能对政治体制啊、公共事务啊，甚至经济可能比较少一点体制。那我们的想象可能有123 Web 123、哦、那可能十年来这个从不满，我们都说从不满就是愤怒到行动、哦、我们下一个就是本来的圈圈因为中心化所以封闭的这个圈圈是不是有一些松动或者是打开、哦、或者是透明或者是什么，那这些本来是不满到行动，但是还是在这些范畴。那这个过程中，哦，政治改变，这个角色改变，然后人的年龄也改变，然后这个创业的精神，或是在公乃至公民跟公民社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影响？哈、哦，动能一大堆事情，十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那有没有造成这个比较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的对焦的主题大概会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往下挖一点，就是为什么居零 V 社群常听到开放、哦、然后要去中心或是多中心或者是类似的概念。那昨天也是又重新听到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避免的是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就是一人挂就全部挂、哦、一人挂全部挂应该是蛮传神的吧，就是那一点攻击下去，那整个社群就挂。那社群的运作并不是这样，社群的运作就是希望不要挂，久一点，生机留着看能怎么样，跑久一点。好，所以居零 V 社群可能很松，好，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可能还没有全部挂，所以大家还会这个很久没参与，例如我很久没参与，还是会回来看可以做点什么、哦、我早上就不小心就推就掉了一个坑，而、哦、不是我自己挖了一个坑、哦、所以有人在笑，谢谢、哦、听到掉坑就笑，很好很好，给自己拍手。那个我也觉得很感动，星期六早上然后下午谁要到南港这么远的地方还下雨然后走进来、哦、我真的觉得大家再给自己拍个手。我早上都，我住南港，我都不太想来。那个这边也有住南港的人，好、哦，所以我们是下一张哦，我们是选民，还是我们是这个注意力经济里面的一笔资料？我们一直在产生资料，还是我们可以作为这个自主贡献者？那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些不同的 power 里面，那就你可能想象。可以是这个 civil power 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是用集体的方式存在，然后彼此连接，很多人可以认识更多新的人、哦、所以这边回顾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居零 V 的这个宣言里面这改过两次哦，但是它是一个循环，我们是来自四方不是八方、哦、我们来自四方，然后多中心的运作，那自主贡献要去 hack、哦、hack 也不是在这个世代才出现，所以等一下会谈到这部分公民参与创造改变开源欢乐我们就是你，它是一个循环。那在居零 V 社群过去十年的这个运作上，其实最高的这个一共同的信仰可能是 openness， 那但是有一些 methodology 就是方法学，就是数位工具、哦、Slack 或是 IRC， 刚刚看的是 IRC自治、哦、可能是 governance， 可能是 autonomous， 可能是就是自律、哦、再来是要跨域，那这几个就交织，然后我们有黑客松，有线上大的协作服贸的时候、哦、反服贸的时候，小学校啦、年会啦、奖助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形式可以带来什么改变也是这个 panel 想要来探讨的哦。那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题目是黑客松嘛，所以我们会从这个竟然办了52次的这个形式、哦、然后这个精神，然后这个活动，还有复制更多不同领域也在用这样的形式来让大家有一个范畴可以聊。
好，那所以今天大家有三个大主题，第一个是黑客精神，哦 ，hack， 哦，再来是这个居里咪，这我一直下一页哦，那个居里咪一直维持一个开放形态的黑客松这样的活动，那在台湾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再来是其他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今天因为讲者觉得他们坐在这边，然后一直这样歪头不太舒服，所以我先让他们很舒服的坐在那边。那我介绍一下今天的讲者。好，我这个现在的顺序呢，先由这个参与居里咪的顺序。好，所以第一位是刘家凯 CK， 好 CK， 那他是数位英雄计划还有智库驱动的执行长，他第一零次也有来，而且他做了非常多相关资料科学，就是 for social good 的事情哦。那第二位是 JR， 好 ，JR 是 BBA 的理事长。然后呢，他是末代叛乱者，他是曾经被刑法100条抓进去关的那个末代叛乱者，所以他的黑客精神也从他创办这个番薯藤一直到现在都很积极的在对我们的这个数位政策还有参与都有很多贡献，然后也发起在这个军营发起了同花松。好，那第三我们在线上这个彭松月老师。就前面都是英文 C 两个字嘛，所以我就叫他 SY 好了。松月，他前面有自称 SY。松月老师有在线上吗？有。但是因为我们电脑是 JR， 所以我们要请他，请他来接嘛。那我不能看。好，松月老师好，松月老师是阳明交通科技大学科技与社会 STS 相关的这个副教授，那他对黑客文化有学术相关的观察，对国外的黑客文化也蛮多研究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有松月来跟我们分享他一些洞见。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顺序呢，规则是我讲完了，好，那我们一人会有12分钟的分享，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panel， 那顺序就会是这个先来谈黑客精神，所以请 JR， 再来是比较是居里咪黑客松相关开放性的这个松月的观察，好和分享，然后在 Beyond Hackathon 我们可以有什么，就是这个 CK。那我们先请 JR， 我们掌声。好，大家好，我是 JR 好。那个，我想我都称我自己是 Digital Barbarian 啊。可能在你们还没听过这个网络的时候，我们就在玩了。从Mainframe 的时代，怎么回事？有哦 ，Mainframe Remote Login 哈，到后来玩 Gopher 哈。那到了 World Wide Web 以后，实际上我们是看见一个新的机会哈。那我等一下是很快会跟大家 share。这一段 prehistory 可能大家有些人还没出生，但是share 这个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是台湾在这个最狭义的就是 World Wide Web 出现以后的 Internet， 在一出现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在共享协作共创开放的这个精神下出现的。我们在90年代虽然那时候的条件跟环境并不是太配套，但事实上也学这个后来 GDV 做的事，这个历史好像有点错乱，不过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用类似这样的精神在做，那只是当时可能不把它叫做 Hacksaw。 好，那这个是台湾网络出现的第一个大坑，就是我们在93年底，当看到 Tim Berry 对不起 ，Mark Andreessen release 那个Mosaic 这个 beta 版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接下来一个 big deal 一个大事情，那应该在上面可以成就一些事，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大家的这个自主参与跟贡献能够让台湾让世界看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有 pointer 吗？没有。好，没有关系，反正字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其实下面那些如果用现在 GDP 的语言就叫做坑了哈。那有些坑是有继续做嘛？那有些坑因为比如说什么台湾历史演讲，后来好像做一半大家就假装没事了。那台湾空间的这个生态哈，那当然不止这些，我们也曾经试着在当时要把台湾所有立法院每一年的预算书纸本的大概有2立方公尺。想把它全部数位化以后，然后做成一个这个现在叫做动态 graphic 东西，让大家 manipulate。 那时候也在中研院，这里有一些中研院的资科所的朋友一起参与一起做的。那个这个是里面挖的形形色色很多样的坑，其中的一个坑。那当时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事实上跟什么 unicorn 啊，跟什么 variation 都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在想说，如果有一个传播力这么强的工具哈，那它可以为这个社会的共好能够有什么样的贡献哈？那所以这个是其中哈第一阶段的时候哈，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大家这个从各自的专长出力来协助台湾的这个公益团体跟非营利组织哈，能够运用到网络跟全世界做连通，能够把自己的理念散布出去。那这个现在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地可是，如果回到90年代初或者80年代后期，大家要知道在社会这个运动领域，广义的社会运动领域的人，大概有一个很痛苦的，就是你讲什么在公共的空间里面都没有人会转述。你在这个做一个再大的这个社会运动那可能有很多人会被访问，可是那个运动的参与者不会被访问，路人会被访问说他们车没事干嘛出来这样走，妨碍交通可是没有人会问说你们为什么没事会出来走这样，所以是没有发言的管道所以当有这个World 出来以后，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非营利组织一个非常好的去倡议自己价值的管道。那这个是陆陆续续其实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坑就是我们就协助这个不同的团体把他们的网站 build 起来，把他们的想法放到这个网络上去那下面那个角角有一个每月主题那事实上这个大家还这个很怕闲着，我们每一个月还做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等一下会还可以看到，现在可能叫做懒人包了，或者叫做主题网站。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干了。那这个东西是算是台湾里程碑 的事件了。什么叫番薯藤广义网络资源索引其实它就是一个天坑就是一个天坑。什么天坑呢？就有一天大家突然说，那网络越来越多，那上面的东西大家都找不到，尤其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 URL 很重要，所以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那个 URL 名字，尤其是摆在学校里面slash 后面再毛毛虫，再一大堆人名的缩写，然后在 lab 的名称，然后在你的学号，在后面再什么这样的。所以事实上非常网络上的资源非常难寻索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我们应该来做一个把所有的台湾的网站全部收集以后做成一个索引，让大家很容易找到东西那这个就是第一阶段的东西，它其实只是个 list 其实 pretty much 在同样一个时间里面Jerry Yang 他们在 Stanford 在做同样的事情，大概就是在94年的春天到夏天之间那后来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正式的专案那在95年的1月的时候就跑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就是我们那时候一群人就从这个分类学从这个网站的这个架构的角度就去建构了台湾的，其实也是华文的第一个搜寻引擎，应该是这个 region 的第一个搜寻引擎，那这个大概就是第一代的搜寻引擎。那这个就是整个搜寻引擎做完以后我们就在每一个月有专题，比如说2月我们就去做228专辑，当时做228专辑让我们的网站被封了，就被封了。你们如果到图书馆查 那时候后来还上了报纸的头条，因为当局说这个主题这个有煽动性不正确
没哎，那哎，那不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对，已经过了，你还有发现这样的事哈。那像三月，我们就会去做三八妇女节。那你如果进到里面，我们会把当时在全球可以找到资源哈，把它引介给国内。就是为什么是三月八号？那有些国家不是在三月八号？那其中其实有些嘛，还蛮有趣的东西嘛。刚在谈说台湾政府空间哦，虽然后来没有持续做，但是主题是有做的，或者是历史文化的那个表的东西哦，其实是有做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番薯藤兴起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协作共创哦，就我们希望能够让网络这个这么好的资源哦，能够这个对社会的这个公益哈，或者是共善哦，能够有帮助。那当时在一起做了很多事。那我们当时协作的方式哦，没有像大家这么好。第一个哈，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碰面。后来在台大旁边有一个咖啡厅叫人性空间，他 offer 我们一个礼拜有一个下午哈，就是在周间，因为他生意比较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哈，可以给我们一个 corner， 我们一个礼拜在那里碰面两个小时，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用最古早的那个 email 和联络干事情，我们平常不碰面的，就把刚才大家看到那事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哈，还蛮有趣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台湾网络初期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共创跟这个协作开放自由等等的这些精神哈，它基本上就在哈。那当然后来，这样的精神在 GNV 的社群里面是被发扬的更淋漓尽致，而且做得更彻底，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年轻人更尊敬的地方。那这个未来台湾的网络应该更有希望。那我今天其实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是一段历史，那接下来我很快让大家看一些图片，看到后来这个我这个参与 GNV 的一些活动以后，我就觉得像 GNV 这样的精神哦，应该再把它延展出去哦。那后面我跟大家share两个延展哦。那这个是，在这个苗栗的一个村落。那这个照这个主持人的交代哦，它有三个关键字哦。那大南埔啊，这是这个村子的古名啊。你看到的这些房子，就是这个村子大概一半的住户啊。然后呢，360就是它有360户的住家。然后同安，因为它是客家村客家庄，所以它每一年的四月五月会有很漂亮的那个山都是白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因为我自己现在每个礼拜都去这个地方种田，这是我现在的主业，我现在是个专业的农夫，然后兼差的这个资讯工作者了。那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如果数位科技这么好，如果网络这么重要，那这样的科技对这些一个这个这么漂亮的村落人的意义是什么？对这些农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后来在这个三年前的春天，我就跟这个 Isabel 这个寻伴了，说你们都在中医院这样，这熟悉哦，而且还不用付钱，要不要付钱呢？不要付钱，要不然资科所，不然就是人家企业提供的场地，然后做的题目都是真的很伟大。那如果我们到落地到一个乡村去的时候，那这些东西我们能做什么？那当然 GNV 也不是吃素的，就说那我们就来做做看。所以我们就在三年前就在这个村子找了一个地方，我们就开干一件事叫同阿松，就是把GNV 社群这种共创协作的形态带到这个一个很小的村落去，跟在地的人试图做连结，做协作，而且来的很可能就是个老农，他可能连网络是什么你都要跟他解释很久，虽然说他可能有用网络查一些简单的东西。那在地的议题在这样的这协作里面能够有什么样实质的贡献呢？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三年前今年已经就三年前的五月，我们大概都在四月底五月了，所以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这是今年的。大家如果看那个
那个数位农民组的下面我们一直把它填上去已经有三个日期就是有三次的松。那旁边看到很可爱的东西，有一些就是在座的人画的，就是跟在地的这个文化去做协作跟碰撞之后产生的东西主题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养鸡合作社，就自己养鸡自己买蛋，然后自己来分享。然后呢那个时候有同花，所以我们就出去看了以后把这两个意象结合在一起把它画出来。那就发现大家其实都是走错路的画家。那三年来当然有各种的主题，那不过最重要就是该有这个 pitching 的时候就有 pitching， 然后呢有这个 lightning talk 就有 lightning talk， 那这个协作的时候也有协作，有这个协作大家一起在解，比如说农民历是这个古汉人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行事历，那在台湾这个行得通行不通，我们春耕夏什么什么夏耘秋收冬藏，我国小读书的时候就觉得老师都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在南部的乡下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在灌水在爆地外行年夜饭，很多人这个是要送饭到田里去的，所以那个行事历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在做。那后来我们也增加跟在地的这个社区结合的活动，这个是在村子里面做导览，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村子，然后也到田里跟农民一起过，让大家真正去体验到说你在田里一个小时可能比你写程式写一天还要累这样子。那所以就有一些活动，那这个是客家庄的这些妈妈出来，我们在这个松前做一些这个体验的活动，做客家的菜包啦，这个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嘉凯很好奇的在那里看。那当然只要是 GDV 的松一定有吃不完的美食。那所以这个毅力不过这个都是我们跟在地的这些妈妈合作，然后由他们来提供一部分。那这个就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这个合照的。那第二个延展我想我加快速度，就是那 GDV 这样的精神有没有办法去刺激那个最保守的组织，叫做政府。因为其实政府是最需要创新最需要改变的，所以我们也在应该五年前的五六年前，就倡议说政府里面，应该鼓励公务员的这个共创，然后跟这个公司协力来推动，那透过跨界的合作，来这个创造社会共好。那后来这个当然总统也接受了，所以我们第一年的时候的这个松，是真正，扎扎实实的在总统府里面做的，这是第一年的，松，那总统也有到现场参与，本来是希望他能够参加一组了，不过他起码有到各组听大家做这个 pitch 了，这些是后来有很多发现这个公务员，其实当你提供他一个环境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那么保守，他们事实上也可以做很多很好的创新的事。那我想我拉拉扎拉跟大家分享这些，主要其实是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其实网际网络当然它跟我们的生活密接越来越大，也是未来影响整个我们未来生活形态最关键的一个资源。但是除了这些经济，除了这些这个什么这个 unicorn 啊，这些什么亿万富翁以外，其实网际网络从一开始的这个 Tiberi 把它就以 open 的方式 release 出来，这个开放共创协作的精神，其实才是最珍贵的，而不是在创造多少的产业价值。那这样的价值跟实践，其实在 GDV 这个社群里面是台湾可能实践最好的，它必须要被延续。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 radical 的这个社会运动，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社会运动是一群人然后这个为一个共同目标然后敲敲打打甚至要到街头冲撞，那当然那是一种形式，但是事实上我认为最 radical 的社会运动，不是在那个形式上的冲撞，
而是在于对于一个价值，一个有意义的价值真正的坚持，那个其实是比你到街头冲撞是更难的。那我在这十年来看到 GMV 有这么多的年轻朋友一起参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当年在那个这个数位这个原始时代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那我想我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JR。 我很喜欢听故事哎。我觉得那个我们这几天开始都是在分享故事哦，从昨天到 Zero 到现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实体，等下要到那个彭松月的经过这些历史的对对，然后经过里面然后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在现场一起讲故事，听到故事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早上挖的坑是口述历史的坑。好，刚刚那个 CK 跟我说 JR 应该要我们要把 JR 这代的故事留存下来哦，所以我们要我到时候我等一下去挖那个 JR 进口述历史这个坑。好，数位的运动的这个历史，我们的初心其实很多是一样的哦。那我们接下来是松月，那松月来分享他的观察。那我们就我刚刚伊莎贝有用我们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还 OK 的。你用算我是暖场。好好，看得到，但是没有看到脸。哎，可以不开，没关系。啊，可以，好，来了，看到，好，请。好，谢谢。那我再确认一下，就是这个算切换吗？有。这现在是第一张。对，现在是到第一张。好。好，请。谢谢伊法跟伊莎贝尔的邀请，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粗浅的观察。那我发现其实有些部分其实是跟之前对之前的分享是有可以互相呼应的地方。那但是我今天大概不会说满15分钟，因为确实是痛，所以用这个方式跟大家见面。那喉咙还是有些限制在，所以会留多一些时间给后面的讲者或者是跟大家的讨论这样。好，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比我更清楚，就是其实黑客松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包括说是他最早的时候是在是 OpenBSD 办的。那早期的黑客松也是这科技公司内部的 brainstorming 竞赛的方式。那但是逐渐到了2011年或者就更晚一些，那开始有一些在做开放创新的方式。那这些主要是就是科技公司透过宣称就是 open to all， 就是开放给所有的参与者，那一起来去进行这种各种的公开的那个 coding 的竞赛。那不管是为了什么样不同的目的，但是总之是为了那个公司有新的提供，为公司提供新的服务或者是新的技术，那等等的活动出现。不过这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有人会批判说这其实是一种公开剥削的形式，那就是提供大家很简单的一些方式，很简单的聚餐，但是呢却能够收集到许多的未来的技术开发的想法等等的。那这些观察其实那但是虽然有这些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甚至是批判，其实在2010年到2010年在这段时间，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黑客松来去举办。那希望通过像这样的一些分享，可以让他更清楚的就是说明说究竟 GMV 会在这十年的 hacking 为台湾带来是些什么东西。那这个是说就是其实呼应刚刚那个一开始说的一其实各种不同种的黑客松的出现。那这是2017年用 Eventbrite， 那它也是一个 ticketing platform 的数据来去就是 map 当年大概有哪些不同种的黑客松在哪里发生。那这些蓝色点越深表示它的蓝色越深表示它是越倾向这些商业的黑客松，白色的点越明显是倾向就是
比较接近 Civic Tech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谈这些比较具有公民意识啊，或者是公众参与的可能性的黑客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各种不同地方有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的黑客松出现。那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做不同种的分类，但是可以看到说，有些的确是为了就是这些创新的发展，那有些是为了这个 entrepreneurship， 那有些在最后面的最下面这一排的，它是为了要提供这些不同的 civic tech organizations 一种机会或是一种活动的形式，让他们能够去回应各种他们面对的各种不一样的社会的问题。那这就呼应到我们刚刚在谈说，究竟这十年来GDE 的黑客松为台湾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相较于刚刚看到这些不同的黑客松，其实GDE 它虽然是两个月一次，那但是它其实是一直来不知道为什么能够，也许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但是其实它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使得它能够定期的反复的重新的参与，来用一种很简单的形式，但是是最大都可以进来的形式，那使得这样子的动力能够一直的存在。所以相较于一种过去的，相较于刚刚看到地图上这些很多的都可能是单一的一次发生的那些黑客松，在GDE的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提供一个很长期的很固定的能够让大家可以共同参与的机会。那当然不是说来参与事情就能够解决。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聚精会神啊，或者是不同的贡献者，他们其实参与了不同的新手上路的方式。那不管是贡献者，或者甚至是坑主，那在聚精会神，或者是说救松团，那其实在一直在以来尝试在做的事情，是提供不同种的新手上路的手册，或者是守则，或者是说说明啊，或者是甚至是在近期的黑客松，其实都会有一个特定的 session 是提供给新手，让他们知道怎么做怎么看。那或者是说在网络上提供很详细的说明说，如果你是一个新手，那如果你有个想法或者是好奇，那你可以怎么样做？你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帮助你可以加入或者是参与这样子的聚会。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跟过去或是跟其他的黑客松或者是相关的Civic Tech 组织是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都会去知道说有新手上路很困难这件事情，可是聚精会在这个十年的过程当中，一直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记录的，或者是说实体的，或者是线上的聚会的方式，或者是甚至是包括理工坑主一些互相交流，或者是互相分享困难的过程。那这些都是能够使得它不是只有定期的聚会，而是能够使得新的人或者是好奇的人能够有机会可以一起参与的一些重要的机制。那相当于我记得 Isabel 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谈到说非男性的参与者越来越多，那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那我要这边要说明的事情是说，在对于GDE来说，他强调的伦理或他想要强调的价值，或是他想要维护的东西，跟国外的 Civic Tech 的组织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比如说去中心在GDE的各种记录，以及的各种不同版本的首页等等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对于GDE来说是一个非常关系非常重视。那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理解，并且是说，就是在这十年过程当中，他其实他自己的，还有我们自己的政治的跟社会的转变的脉络，使得我们对于权力跟去中心或者是多中心这样的概念有非常多的有非常深的 concern。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说，能够透过各种不一样的讨论的机制或者是发言的方式，或者是说决策的机制的尝试，能够使得所谓的没有人这样的一种理想，或者是说没有人的这种一开始的概念，能够逐渐的变成是更具体，成为是如果说的是GDE重视的或者是珍惜的一种价值的，这种价值它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实现尝试完成等等的。
那这些都有许多的记录存在，那包括是说副总统的携手商务的尝试，或者是说关于各种Code of Conduct 的修改记录等等的，这个当中记录了许多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修改的版本等等的。那这个是也是跟其他的地方的 CPTAC 的很不一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记录的方式，使得整个再转变的过程是使得大家能够可以更清楚的去看到究竟是怎么样发生，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讨论。那这个在对于就是不让对话发生在某些特定的人之间，或者某些特定的场合之中，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机制这样。所以虽然 GDP 一直以来，或者是我们常会看到我们这次的重点是 Hackathon， 但是其实它里面包含了许多种不同的 code， 那包括说是最基本的写程式的 code， 到就是code of conduct 的 code， 或者是说究竟我们是在追寻或者是会希望能够落实怎么样的伦理或者是价值，那这些都是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能够使得他们越来越清楚，那越来越能够虽然说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能够完整的解决，或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但至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我们做了哪些尝试是。都被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后来的人或者其他的人外面的人可以去看到，可以去理解的。那相较于其他的组织结构比较清楚、比较完整，或者是说甚至是他们有个比较清楚的board of directors 的这种 civic tech organization， 那Hackathon 这种强调开放的公开的这种机制。那是也是会是除了在就是在对于 code 的要求之外，对于他们整个的运作的要求上面也是非常去强调的这个部分的价值。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除了这次部分之外呢，今天早上在准备的时候发现了在首页上有这个 quote， 那他说自从参加黑客松之后，人长高了也变壮了，考试多了100分，那希望这边可以再加上说quote 都不见了，就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其实真的是太棒了。可是我想要从这个 quote 里面来去说的事情是说 ，hacking 它其实是变成一种日常，跟人长高、人变壮或者 人变胖等等的一样的，都是或者是 COVID 一样，都是一种。变成是一种日常。那数一分钟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在学校里面，在学校，在不管在我的学校，或在其他的学校，或在各种的宣传当中，可以看到黑客松或者是 GDP 成为是学校的教材的一部分。那不管是说学校的社团请 GDP 的成员来去演讲，或者是参与各种从不同的 project， 那使得他们也成为是参与贡献者的一部分。那或者是说通过各种的演讲或是实作来了解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单纯的那个技术或者是 code 使用的 code， 而是这个协作的精神。那包括是说，在像甚至是在小学校里面，虽然有各种的不同的技术的教学，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精神，其实对于协作的精神的强调等等。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部分。那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越来越多来去跟GDP。或者是就中方讨论说，是不是可以进行协作，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合作的方式？那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hacking 变成是，或者是协作变成是，越来越变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那这个反而会是这个是利用除了在 GDP 本身可以完成推动哪些专案之外，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所以我想回到最后的进行最后的一点，然后加快这个速度，就是说GDP 或者是说这些创新的创新民主化的机制是不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说，就是
在不管啊，即使是在谈公民科技的部分的时候，还是不可能避免要去谈专案管理。那专案管理的时候，就会去思考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因为有进步才会有动力。那要有进步的话，必须要决策，会要有相关的接头的单位。那这些单位他们有哪些资源、有哪些能力，或者是说他们有哪些数据可以用来使用？这些都会变成是影响公民科技能够专案能不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那所以我想要强调的事情是说，在这边涉及到的不单纯的只是基础的物质的基础设施，包括说是不是有良好的网络，或者是说那还有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包括这些我们要接收当黑客松或者是去领地变成不单纯只是在民间的专案而已，而是希望能够变成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的模式，或者是新的科技创新的模式的时候，究竟有哪些人他们具有相关的能力，或能够知道说在这样的社会转变在数据化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这边本来是要谈 COVID 的一些例子的时候，但是我想要说的重点是说在这些专案那推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些治理的过程等等，透过专案来进行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人或者一些单位，他们可能有数据，可是这些数据并不一定是单纯我们现在可以容易使用的数据的形式，那或者是有些人他们并不是就是这么直接的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或拥有数位的能力。那所以希望能够之后可以看到的事情会变成是说，当我们之前会是去强调什么法律当然是一个推动大家的趋利的共同的想象，但是也希望能够同时去谈leave no body behind。 那这个不是所有的想象是什么战争名词，而是从联合国 SDG 的指标 leave no one behind 来的，那是希望在转变成数位的过程当中，同时能够兼顾到包容跟多元，对于多元的包容。那大致上先讲，那我把时间留给其他的人，谢谢。好，谢谢周月。那谢谢周月提供我们思考框架，有光明面，对不对？然后但是有些阴影，有待大家思考。所以那个思考过程中是不是会有疑问？那个 Sido 已经有人开始提问了。那因为这个 JR 和CK 都有参与总统杯，所以如果对总统杯就是进入渗透进总统府有疑问或是其他疑问，那个总统府相关的那个数位部MODA 部长也在现场，但我们还是先聚焦这个我们 Beyond Hackathon， 那接下来有什么其他可能？那 CK。就帮大家赶进度，用子弹速度那个分享。就黑客松今天来，就是主题是黑客松的事情嘛。那所以说，我们看历史，刚刚我们看到是台湾的历史，那美国的历史是传统就是一堆 programmer 在玩。那玩的方法其实很多元，像我朋友在旧金山参加过的一个是 live coding， 大家能排队上台到这个位置，一人一行程式直播，让大家接力写程式。所以就是在玩技术的哦，那就是玩技术，看看有一些什么脑力激荡的技术创意可以产生，这是原始的用意，然后去 disrupt 这个 technology 的 R&D 的过程嘛。那到了台湾之后，就时间快转到12年，应该说12年台湾对我来讲有在整个科技社群运动有两件事啦，一个是基里咪的酝酿，然后一个是另外一个 project 叫做 Call for Tomorrow， 这边可能有些人还有印象的酝酿。然后再来的话，就到12年底的第零次黑客松，然后那一次就是 Ronnie， 我就看到他有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一些国会的分析，那他刚好有爬一些资料，所以我就跟他拿了历次的投票记录来做的行为分析，发现到果然是壁垒分明的投票行为，整个会期就是壁垒分明，所以就好，这个题目知道就好，就不用再看下去了。好，那再来的话，13年在另外一个社群那边 Call for Tomorrow 就配合第一次全世界第一次的国际开放资料日，然后在台北也举办了一场100多人的黑客松，然后开始去倡议 Open Data。 然后到了14年气爆，14年7月气爆，我们8月中在高雄办了全台湾第一个医疗黑客松，跟来的医生是来自全台湾各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还有从花莲慈济来的医生，他就还拎着行李箱刚下飞机直接进会场。好，所以这个黑客松创下几个记录，一个是第一个是医疗黑客松，然后第二个是把医疗资料拿出来做黑客松，然后第三个是当然有通过那个医疗伦理审查的，好，不用担心。然后再来是可能创下参加者平均年龄最高的一次黑客松，那同时也是平均收入最高的一次，因为都是医生。好，所以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开始在做了各种主题性的测试啊，那所以现场的报告的成果报告都是有两天，然后成果都是医生在讲一些医疗的结果。好，那再来到14年，同时也是 JR 推坑，然后我们就一起合办了全台湾第一个企业开放资料的黑客松，然后这个又创下另外除了是企业开放资料这个第一之外，还有一个第一可能是第一个在华山办黑客松的活动。好，就是沾一点文化气息嘛，那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的零与一而已嘛。然后再来的话，就到16年，就这一次的去法国开一个会嘛，现场有几位朋友都有，当时也都同时有在法国。那去的有一个 side project， 有一个 side event 就是黑客松，这个黑客松是在法国总统府举办的，所以法国人做事嘛，就是会有邀请函，然后进去总统府之后。我们这边食物大家就突然觉得刚刚不好吃了，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办黑客松的，然后是在皇宫，可能以前拿破仑用过的皇宫，在皇宫里面黑客松。好，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有在，然后他今天不在现场，我刚刚听说。好，所以真的是还是要去上台去 demo 的，不是只有在那边喝葡萄酒而已。然后完了之后，他不是只有一天，隔天继续做。但这边的黑客松都是事前报名组队，但是都是有目的性主题性的，所以像这一队我参加的我们在做的是跟有最右边这位头发很高的朋友，他是英国的 Roy， 然后跟中间紫色染发的是巴西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在做是帮站着那一位肯亚的朋友，在他们帮他们的国家做一个 project， 要去做一个 portal 这样的事情。好，然后也会跟乌克兰的一些管政府采购的官员一起吃早餐，所以当时我们的还有就是右边的手扶的这个是 Open Corporate 的 founder， 所以就很多国际开放资料界人会在一起做一些 networking， 那当然也会跟那个遇到总统来快闪每一桌问好嘛，然后问好完他下个月就卸任了，跟我见过面都会卸任哈，所以不要找我。好，那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快点到18年，刚刚 JR 提到说台湾可不可以来直接挑战大魔王来翻转政府嘛，那就有了这个动念，那所以做这件事情从17年开始筹备，18年终于启动。那不免俗的就是台湾有些叫台湾位，就是要有这种启动仪式，要有记者会、哦、然后再来的话会搭在记者会会搭在 Open Data Day 3月，然后就会做一些国际的连结，所以我这边我就帮忙推了一个 tweet， 然后会提到说我们希望的是要用总统的影响力去开放更多的资料，去促进一些更多的实质的改变，然后这样子讲了之后就让国际上看到，然后发起 Open Data Day 的单位也知道了，然后帮忙的 retweet 之后再办那个 VHack 是梵蒂冈的黑客松，简称上帝松、哦、上帝松都来按赞了、哦、所以就是这样子让台湾在做的事情让国际知道，然后从一个很早期在矽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然后逐渐的就是到了各地会有发展不同的一个文化跟仪式跟习俗，就会不断的在演变。那所以我们的仪式就是说要有 real impact，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很扎实的结果可以去看啊。那完了之后第二年就是这其实都是 data hide， 所以就是说国内可以做，可不可以做国际？我们的数位能力那么强，可不可以做数位外交？用黑客松方式做数位外交，所以就去开始尝试了国际松。那国际松据我遇到的台湾人可能有10个里面有9个不知道总统杯有国际松。好，这一点那个部长要负责处理，好，这不是我的问题了。好，那在这样的时候就会有邀请到各国团队，那甚至是非邦交国的政府，用政府官员的名义，政府部会的名义来组队，然后还有得奖，然后再跟我们同台，这样的一个国际外交的一个机会。那要问的是这几年下来各种的黑客松嘛，那我们讲台湾的话，这样的最后的活动烟火放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思呢？我觉得归纳一些成功因素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翻转是什么，是一些沟通的问题。
不管是资料面啊、法规面，或者是一些课程跟流程的突破，这个是第一个可能要做到的事情，然后是大家最希望做到的。因为像说刚提到总统梅黑克松，常常来 pitch 的队伍就说，如果没有这个活动，我们今天这个专案根本不可能被促成，不可能被提出来。哦，这一点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哦，所以像这样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可以做到行政治理跟一些决策跟应用的服务，那再来就是促进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可以往前更透明开放。这个是这几年下来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实质 的改变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要跳出框框思考嘛，如果没有黑客松，吉林还剩下什么？如果没有黑客松，我们要怎么促进破坏性变革？怎么 disrupt？ 好，那举个例子，第一届总统杯黑客松时候，有一组是我协助的，就是说他们看到台湾的治水问题嘛，然后就去看政府采购治水预算，8年800亿，6年600亿，然后在前瞻计划有好几千亿，然后这样的结果之后，钱怎么花的？他们做了一个分析，有入围到前十名。然后这个结果呢，台湾的水利单位就没有拿去用。没关系，我们就去国际上讲，国际就 pick up， 国际 pick up 这个 idea 之后呢，就开始去做。从18年跟国际合作、国际连接之后，今年就是国际上就出了一个加速器计划，提供了450万美元去用资料的方式去协助做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的适应的改变。一对印度的一个团队有获选，他就是做跟刚刚台湾的团队做一样的事情，只是放大一些规模去做。好，那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模式呢？这是美国的 Call for America， 那他们的做法是聚焦主题，所以他们拿到了一个1亿美元的 grant， 要花7年的时间，针对一个主题，这边来讲就是 safety net， 去改善15个州的 safety net 的一些的运作过程。其实要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日常的事情。有一些网络服务就是不顺，使用者体验要改善，有一些的纸本跟数位流程要整合，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而已，但是就是他们放大到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去花比较长时间去做。那另外我有参与的，像是在资料英雄计划这边要提出的是你要有一个变革理论啊 Theory of Change， 你想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这边的例子是讲的是用资料去促进对话跟信任，然后才可以促进合作。有了合作之后，再就是要挑主题性，像我们最近几年在做的是社会安全网相关的各个面向，我们在各个面向跟利害关系人合作，帮他们做内部资料分析，然后在他们的点做了一些的进步跟改善。在这样的过程之后，我们会逐渐的把他们连起来，从点变线，然后过几年之后就有可能变成面。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资料驱动的社会安全网就非常的力量就非常的庞大可观。那最后，这是最后一章。那所以我想讲的是，我们大家觉得说集中式的做法有它的局限嘛，所以我们想要换一些方法。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分散式，那分散式的就是还是要有一些领导的单位，要发起的单位，然后去主持，这样持续走下去。所以我刚刚介绍的是分散式的做法。那分散做法有好处，它可以聚焦，因为它是有目的性的。不管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 open contracting， 或者是 call for America， 或者是 default SG 的做法，都是有目的性的，属于分散式的做法。那在过程中就可以采取说不同的方式跟 stakeholder 做合作跟互动。好，那如果说你要找到最右边的可能下一场的主题完全的去中心化的话，那可能有它的适用情境，但是也不是是就唯一解，所以这点的那是留给下一场讨论的。那最后要带给大家就是说，做任何一种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或你工作的方法，可能要想的是你为何而战，你的目的。那再来的话，你的各种的 change agent 有没有，包括了是 agenda setter 去设定议题的人，或者是 super connector， 他可以把不同领域的连在一起。然后再来就是各种形式的 hacker， 就是去做事的人。然后再来以此类推，还有再来就是可以做 remaker， 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人。好，这些东西都要的话，可能会做的事情比较容易往前推进。那所以我讲这些是说，然后可能跟下一场主题有关吧。我们就提供了一种多元宇宙的可以促进社会更好的方式。好，谢谢大家。那个主办单位给我们10分钟那个 QA， 那我们请那个 CK 这样，我们还有线上的那个啊，回到那个公共音乐，好，好。那好，我们
现在 Slido 上有一些题目，再反应有点慢。那要补的赶快，要投票赶快。那我们就是一题，然后请大家，那个我们今天的三位的分享哦，就是大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黑客松。那刚刚那个 Jara 说，巨咪的文化要继续哈，用那个非常关切的口气，一定要继续。我听得有点害怕，大家不要害怕，大家继续。然后，但是那个周瑞提供了一些客观的观察哦，我们可能在圣诞，很多时候是圣诞其中没有办法全面的看，但有阴影的部分很好，因为那个是刺激大家去思考。那 CK 提供了更多怎么样去，我们刚刚一开始的那个中心化越不满行动 disrupt 怎么做哈、哦？那我们现在有一题。是哦，最高分我们就这一题吧。想知道距离的文化是否影响或改变了政治人物或政党？那我们就以今天的顺序，我们每一人都稍微分享一下这个观察。来，第二。要听实话没有？实话等一下到前面吧。是，因为我想啊，在这个社会里面最难改变的其实是价值观啦。但是我觉得起码在过去的推动过程里面，在这个形式上啊，其实是促成了一些事。那希望透过这些的改变，在长期啊，让这个拥有公共决策能力或公共资源的这些人物啊，能够在价值上也有不同的思维的形式。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后续可以持续的方向。今天大家都很光明，我本来以为有人可以滴管一下，就是距离无用论这样子。哦，那个如果心里有想法，然后不好意思在这边说，因为毕竟这边是生日场合。哦，那其实网络上是自由的，可以发言、写文。好，那周月。好，我对于政治人物不是很熟，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是那个政府的基层，或者是政府的基层人员，或者是做实际上在执行的这些公务人员，那他们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可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说，对于我接触到的一些人来说，我是观察到有一些松动的。那不管是说对于科技接受的程度，或者是说就是直接到想自己做的方的想法，那或者是说接受能够比较接受这种公司协力，或者是说从外部带点进来，但是那透过既有的一些机制或者既有的一些资源做怎么样的调整，那来进行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重要的，因为不论是什么样的政策，或者不管是什么样的观念的改变或者技术的改变，那其实都是必须要一群够广大的能够接受这种公司协力做法，能够强调协作的精神的人员来去推动，那这个才会有办法去做更广泛或是更深入的改变这样。我非常务实，我刚从行政法人脱身出来，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好 ，CK， 我的观察是开了一扇窗，让圈就是门内的人，我们以政府来讲，或者门内的人来，他们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那问题是不是有开到一扇门，他们走得出去，或者外面人进得去，然后站在门口打个招呼就各自回去又关了门。或者说你才是观察，所以那个才是关键。因为你给了希望之后是失望的话，那个会更难过。因为本来不知道有这样的话，你是用火的话就会有这个问题嘛。那所以说刚刚提到你的变革理论，还有你的怎么样去做的方法论，要能够扣得起来，才有可能加速前进。这样有啥回应？哎，火花出现了。接着讲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在理。我从来不相信政府是会阻挡好事，我觉得政府是拿来被对抗的。当你不鞭策他的时候，他就不会进步，所以不要太相信他们会给你一些太多好事。我们就是设计很多制度，只希望政府不要办坏事。主流机构你拿去可以。那自己做尝试哦，因为我自己也尝试过很多的创业，我现在也在协助很多年轻创业。我们在创业领域里面没有失败的例子，我们只相信说有些事还没有成功，
所以正是因为还没有成功，所以可以继续试证。好，正向的收尾，我们谢谢 JR 帮我们正向的收尾。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场论坛 到此结束。我们不是只能给我刚刚说只能给我到十分啊，我很乖，现在是12分，我还多用2分钟。好，所以谢谢。那如果后续有什么想要继续讨论的，我想应该会有在现场，好，那都可以再交流。那也谢谢线上的宗岳，我们就进入接下来就进入下一趴更 radical 的讨论。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